好，咱接上一视频哈，咱这一圈的短针又勾完了，剩下最后一针啊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粉色的线换上来，然后和第一针做一个引拔连接，然后还是立三个辫子，三个辫子，然后还是在这个针目里啊，再勾两个长针，这一圈和上一圈有所不同哈。勾完三个辫子，然后我们在旁边这一个针目里勾两个长针，一个，两个，两个长针，还是隔两个针目，在第三个针目里勾一个长针。然后再隔两个针目，在第三个针目里再勾两个长针，好，两个长针完了之后呢，再在下一个针目里勾五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个长针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在旁边这一个针目里再勾两个长针，这一圈加针了，家人们哈。然后隔两个针目再勾一个长针，好，这个花型就完成了。也就是在五个长针旁边都各自啊各勾两个长针，这就是这一圈的规律哈。家人们就以这个方法把这一圈完成。